这是小的栗子南瓜，这是小的，小的，这个还没有熟。你现在碰到它就死了。我已经碰到了，它死了。栗子南瓜真的长得很像栗子哎，它最大颗就长到这样子。金沙栗子南瓜，哦，很像那个金沙虾球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这样好像购物台卖菜刀一样，哎，就向下丢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卖出了，叔叔，叔叔，哇哇，好特别哦，有点养生的感觉。